到的台视晚间新闻，我是林佳琪。新闻开始带您关心晚间的最新消息，又有搜救队员因为救人而失踪。花莲丰冰箱八旗海域上午发生了钓客落海的意外，海巡以及空勤等救难单位赶紧出动救援。而由于这个钓客呢是困在礁石区里头，是动弹不得，一直到了下午两点多才顺利把他救了出来。不过事后呢又传出救难队员失踪的消息，而目前搜救人员也正在寻找失踪队员的下落。